嗨嗨，粉红色的粉红色的上衣，粉红色的上衣很好，粉红色的上衣很好，谢谢你。哦，对，我分清了。所以你有两个面试，两个面试，对，两个面试，对，然后有点紧张，因为这会是我第一个参加的教中文的面试。嗯，啊，真的吗？第一个吗？对，第一个。你分清了吗？分心。分清。兴奋。兴奋。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对，我也。紧张，紧张。我知道，我一样。我是一样的。一样，一样。虽然我有去过很多的面试，但是我没有去过教中文的。教中文的。教中文的没有去过。中间哪一个两个工作，哪一个最喜欢？一样的，不一样的？一个比较高。我觉得都挺好，因为都可以学习，不同的学校的的教学方法。而且我需要有更多的教学经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在学校里面教看。因为跟这个 iTalki 上面教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很高兴可以去教。但我们再看看。再看看。对， we'll see how it goes。第两个也是小小朋友，五年。第二个是小小朋友。我比较喜欢教成人，因为我比较喜欢教大人，因为我很怕小孩子。为什么你很怕小孩子？因为他们会不专心，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让他们专心。对，大人也是。哦，是吗 ？OK。但是大人你可以跟他说，他会理解，但是小孩子会尖叫哇，然后所以我要非常的上课要非常的有趣，要和他玩游戏，然后要让他专心，所以有点困难。对，是不你我同意，是不也现在我懂了，是一点不一样。大人的时候80%教中文，但是小朋友的时候50%教中文，50%是不用那个。然后你要陪他玩游戏啊，要好玩啊，不然他说他会不理你。对，所以但是小朋友比较喜欢邮件吗？games 怎么说？对，游戏，他们比较喜欢游戏。大人的时候，青年人的时候是。游戏，但是小朋友 ，OK， 耶，游戏，我们来玩游戏 ，OK， 请放，对，所以我要非常的有精神，有活力，energetic at all time， and sometimes 可能有时候会非常的有点累，对，你以前教小朋友中文吗？还是只有大人？只有大人。大人和小朋友的问题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都要学习，必须要学习。所以，祝我好运。
祝我好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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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祝你，祝你好运，祝你好运。你的这个健身房，你的健身房，我看到你会去健身。Oh no！ 哇，很棒。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记下面这个。啊，好。对，这是我们今天的文件。我看到了你去健身房。健身房，还喜欢吗？健身房，健身房，哪一个健身房？你最近新找到的健身房？最近有两个，有两找到的，所以，OK。所以你有很多机会可以锻炼的。Access denied， 我不能看那一个 Google Doc。好，我给你。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我不能看。看不到。我想我那个是错误的，错误的，没问题啊，错误的吗？ Okay. 错误的啊，是不一样的学生的，对，错误的，很棒，我看可以看吗？可以，可是是简体的啊。OK， 是简体的，因为简体的，所以可以，我不喜欢。OK， 我不，因为是因为你的我会帮你准备繁体，对，好，所以不一样，对，上一次上一次我们讲完的这个看图说故事，还有什么生词你不知道？我还看不到，可以有 access， 但是还看不到。还在 loading。 OK， 对，怎么说那个还在缓冲，还在缓冲。我喜欢哪一个词？缓冲 loading， 缓冲应该是 buffering， 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好，还在缓冲，还在缓冲，缓冲，对，你又在那个咖啡店了，你又在这个我忘记这家店的名字，你上次给我看的地方，我上次看的地方。这个咖啡店叫什么名字？你的咖啡店叫什么名字？餐厅叫什么名字？这里吗？对对对。啊，不是餐厅，是一个，合作，工作，店房，地方。是它的名字是 Hubud。Hubud。Hub in Hubud。Ubud， 这个是的名字是 Ubud， 所以这是一个 hub in Ubud， 所以它的名字是 Ubud。Ubud。Ubud。OK， 看得到。OK， 看得到。看得到。这个这一个文件有没有问题？很多的问题。第什么页吗？第三页。第三页 ，OK。第三页，生词有没有问题？还不好，很慢。OK， 第三页。OK， 第三页，面店。面店。现在看。对，上一次你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对。下面的这个生词，有没有问题？没有，没有，没有。OK， 好，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语法。语法。嗯，语法。语法就是。一定吗？一定。我不一定，不一定。一定。如果 OK。没问题，没问题。语法，语法。这个语法是好玩的语法，好玩的。啊 ，OK。它是好玩的。七哒哒哒八，这个是好玩的。有没有听过人家说七上八下？七上八下，有听过吗？七上八下，听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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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七嘴八舌是什么？七上八下是七上。你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你在哪里。哇，很不安，很不安，很担心。很担心。所以比方说，七上八下，你也可以，OK， 我写在第五页。七上八下，七上八下。OK， 第五页。八下，你可以把这个上跟下改掉。I mean， 上跟下改掉什么？上跟下改成别的字，改成别的字。Oh. You can change to other words. 因为七，哒哒哒八。就代表很多，而且很乱的意思。很多，很乱。很乱就是房间很乱。很多东西在房间里。很乱。OK。One second。很多东西。我的网络是很不好。Messy。哦、oh, ，网络很不好。OK， 乱就是 messy 的意思。OK， 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在那一个地方。对。Okay. 然后就是很多东西，然后很乱。所以比方说，你可以说七嘴，嘴巴的嘴。Oh, OK。嘴，八舌，舌头的舌，舌，七嘴八舌。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第五页吗？看得到，哦，看得到，对。你可以，比如说七嘴八舌，就是很多人在说话，啦啦啦啦啦啦啦，但是呢，说很多的话，可是非常非常的 disorganized， 然后让人听不懂，让人听不懂，嘴巴的嘴，舌头的舌，所以有七个嘴巴，七个嘴巴，八个舌头。等于，就是，说很多话，可是，别人听不懂。对 ，OK，anyways， 对话，比方说，我 A 说，你为什么不听大家说了？经理，他是名字吗？不是，他是老板的意思啊。OK， 经理，比老板小，可是比员工大，比老公小，比老板，means manager actually。现在我不能用字典，有很多的文字，我很不舒服。
不是你的 fault， 但是现在我就是很难所以我不能用我的字典我看得到一点你的你的写的事情但是 OK 我do my best你可以看would you be able to see the comments on the right actually 有时候 in the document 有时候、no?Lively discussion with everyone talking at once. 他是七什么八说的？七嘴八舌。七嘴。七嘴八舌。嘴八说。嗯，七嘴八舌的。七嘴八舌。七嘴八舌的。八舌。七嘴八舌。经理，经理，经理，哦，哦，不是，不是老师 ，OK， 不是老师，经理，经理，经理，不是林，是李，那个吗？李，经理，你为什么不听太家说了？你为什么不听大家说了？嗯。大家说了，嗯，你为什么不听大家说了？然后 B， 大家说了吗？嗯，大家为什么不听大家说话了？哦，大家，大家，哦、大家是我们，你对，你为什么不听大家说了？我们。大家说话了，说话了 ，OK。嗯，说话，为什么不听大家说话了？因为七嘴八舌的，我听什么的？谁？听谁的？哦，听啊，我应该听谁的？意思？对，我听、啊、我该听谁的 okay. ？OK， 我应该听谁的？我应该听谁的？对，我应该听谁的？七嘴八舌的，我应该听谁的？嗯。